么回事了吗？你叫张飞把你站在炕上了啊！我都叫你爬回来，你到底去哪不成？我只想回到自然醒。切，还给娜娜出气。哼，我跟你说，钱这个东西啊，对我来说现在不好使。我一身浩然正气，我一个堂堂七尺男，能为你再激动你来这样？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拿钱来侮辱我在这个家里家庭地位了。你识趣一点，钱哪敢往出拱？宝比今天，我连我自己都害怕你。你以为我是被你吓大的？你给我赶紧往前走！大卤蛋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媳妇，对了啥？这个暴力环境都面临去，再回来我还得给你洗衣煮饭，你别打扰他了，是给你煮饭装空间了。哦，你摸那个报纸怎么到那撞的？快把别盖上！别盖上！等一下，给我讲个屋里再出去。你怎么过分了？好，那边。好的，老板。